嗱，呢个时候咧系晚上7:05，咁咧我而家就落到嚟呢个尖沙咀嗰度。咁尖沙咀咁今日咧就游人咧就非常之多啦。刚才我搭地铁嗰阵时咧就差唔多系所有嘅车厢都系挤满晒人嘅。咁今日咧都系12月21日啫。咁啊，仲有几日咧，然后先系平安夜啊，同埋圣诞啊。所以今日咧人流咧又亦都系开始系非常之多噶啦，我都出乎意料啊，我亦都冇谂过咧就哇尖沙咀原来咁多人嘅咁样，嗱呢条弥敦道嗰度咧真系可以讲得人头涌涌啊，是非常之多人的今日。嗱，而家呢度咧就是尖沙咀的东部，亦都是很多人嚟呢个地方嚟打卡嘅啊。咁佢环境咧就无可否认系好靓嘅，加上呢度嘅灯饰咧，如果望过对面海中环啊、湾仔一带嚟讲咧，嗰个灯饰嚟讲咧系非常之美观嘅。咁尖沙咀東部咧，呢度咧就起咗好多嗰啲好新穎啊，同埋各種形式嘅樓宇，係非常之係構成一幅係好美麗嘅圖畫啊！咁而家咧，我哋帶你去海旁嗰邊咧，就嗰度咧亦都係好多人。好多遊客啊，或者本地嘅啲居民啊，都好中意慕名而來咧，嚟到依度拍攝嘅。咁呢度咧，嗰啲裝飾嚟講咧，係非常之好啦，係咪？羊啦、馬啦、兔啦咁樣各式各樣嘅動物。咁下邊咧係嗰啲汽油罐嚟嘅，就係油咗啲顏色，係非常之美觀啊！嗱，而家呢度就海旁，咁啊呢个铜像嚟讲咧，就系非常之靓嘅，嗱，咁而家呢度咧就嗰边系中环嘅摩天轮啦，相信亦都好多网民都有印象噶啦，咁啊呢一带嚟讲咧，就呢度对面咧所指嘅地方咧，就系湾仔啦。呢個灣仔啊，咁今日咧遊人咧係非常之多啊，今日係嘛？咁啊，今日呢個星光大道嚟講咧，海濱廊啦，都坐滿曬人，亦都遊人都非常之多，係人來人往啊，可以講得係嘛？咁呢度到處都係人流啊！今日咧呢一度呢個地方嚟講咧，亦都係好多人嚟呢度影下相啊，或者剩嘅都好多啊！咁對面海一帶咧，嗰啲燈飾咧都係甚為美觀嘅啊！非常之靓啊！哦，呢度卖云吞面嘅呢度，嗱呢度卖云吞面嘅，咁我带你睇一睇先。看看佢呢度嘅價錢啊，各方面嘅嘢啊，係咪是否係買得過嘅？嗱，呢度價錢嚟講咧，就鮮蝦雲吞湯面咧係43蚊，燶面咧係62蚊，
啊，鮮蝦水餃咧，仲有湯麵咧係43，撈麵咧係62。咁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，就話如果你係湯麵嘅咧，好似雲吞啊、水餃啊、牛筋腩啊、水餃啊嗰啲咧，就係43蚊。如果係撈麵嘅咧，一律咧都係62蚊嘅，包括呢個京都炸醬撈麵啦、蠔油蝦子撈麵啦咁樣。咁佢呢度仲有啲綠茶啊，同埋啲菊花蜜啊，一支係28蚊。啊，咁呢度可樂咧一罐咧就因為非常之貴啊，係16蚊。呢個16蚊一罐可樂。咁啊，雪碧玉泉紀念一罐啊16，乜神仙蒸餾水一支都16蚊。咁啊，呢個葱油撈雲吞水餃咧係68啊。呢、這個價錢咧就因為呢度咧係屬於遊客區啊，所以咧呢、這個麥鵪呢個麵家咧佢都係有啲名堂嘅係嘛，但係嗰啲。但係佢啲飲品咧就實在太貴啦，好似可樂咁樣一罐16蚊喎，係嘛？咁你可想而知啦。所以咧，我企喺呢度留意咗佢有10-20分鐘啦，都係甚少人光顧嘅。呢個難怪嘅，因為呢個地頭咧係遊客區，佢嘅租金咧亦都係非常之貴啊，所以咧就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啦。呢種道理就係人都知道噶啦，啱唔啱？但係好多時咧，你賣到咁嘅價錢嚟講咧，啲消費者有會唔會逆嚟咧？咁啊，呢個係一個問題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呢條片咧同你哋分享咧，今晚嘅尖沙咀嘅東部咧，嗱呢個鐘樓咧係非常之靚，嗰度咧就打出有聖誕快樂啦嚇。呢個尖沙咀碼頭啦，今日尖沙咀碼頭咧，人流咧都係算係好多噶啦，啊！今日都係12月21日星期三啫嚇，咁啊仲有3日咧就係12月24日嘅平安夜啦。呢度又星光行，嗱呢度嘅雪糕車咧就可以講都係長年累月啦，都係擺設咗喺呢度嘅，係方便啲遊客咧行都冇幾耐咧。中意買杯雪糕啊，或者係甜筒啊咁樣啊，係唔錯嘅。講咧就話而家嗰啲流動嘅雪糕車咧，因為有啲好多人咧就因為年紀老埋啦，亦都退咗休啦，咁啊亦都係將呢個牌咧就已經係取消咗啦，即係呢個流動牌啦嚇。所以故此咧就越嚟越少呢啲雪糕車啦，已經。呢度咧亦都有啲旋轉嘅風車燈嚇，都好靚。呢一度咧就係專遊人咧就同佢哋影相嘅啊。咁今日咧到目前為止咧喺尖沙咀呢個附近咧，亦都冇嗰啲所謂歌檔喺度唱歌喎嚇。嗱呢度都見唔到喎嚇。
呢通車都幾靚。而家呢一度咧就係尖沙咀碼頭。嗱，平時我而家呢個位置咧，好多時咧，以前咧亦都有好多唱歌者咧喺度擺檔啊，喺度唱下歌啊咁啊。我帶一帶你去一去嗰邊海運碼頭嗰度，睇有冇人喺度唱歌先。咁而家咧，我又行過去睇一睇。而家細路仔咧就好中意喺度買啲玩具啊。呢一檔鋪攤咧，佢真係可以講得林林種種啊，乜嘢都有啊！咁亦都有買啲聖誕氣氛啊，同埋呢啲玩燈波啊，咁樣亦都有。花又裝冷槍啊！係非常之美觀啊，非常之靚。我走到你这里似乎还没人听到有唱歌声音。以前呢这里的环境也都有的。尖沙咀这个海运码头呢又有一棵大的聖誕樹，是非常之靚，所以有很多人咧喺度打卡啦，係好靚。每年咧，這個海港城咧，即係海運碼頭呢個附近咧，亦都係佈置咗好多嗰啲聖誕嘅燈飾嘅。嗱，今日咧亦都有很多嗰啲市民咧就嚟到依度咧，就係影依棵聖誕樹。咁你係，但係而家咧，今日咧就係冇歌檔喺度開檔噶啦，可以講都係最近都冇噶啦，已經嚇，係人流啊非常之多啊。非常之靚，呢度就係海港城啦。呢棵聖誕樹都好靚，都好多人喺度打卡。呢度有一個藤藤線嘅，呢個聖誕樹都好靚，啊，燈飾都好靚。人流啊，非常之多喺度。
呢度好多人咧自拍。这个关系是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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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